拉普没有组，拉普没组。我们用这个对打。好。七天地那个时候卡片伤害那么低，当然难。哦，对啊，那个时候一亿血量真的是扯。这边要打多，这边要转多少啊？其实我没有什么概念，转个五 C 行不行？哎哎，别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哇，吓死我了！哦，嘿，吓死我了！自选在没铁站的情况下，英格利、英奇都跟敖广选谁？没铁站的话，我会选英格利。先有一个好队长吧。我觉得有一个好队长比较重要。如果没有真嗣能用这对吗？没有真嗣的话，欸，我试一下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第一次打，18就是60嘛，3 6 18。好像有点痒，又是18哦。1 2 3 4 5 ，OK。拿过来。自选卡片内容出了吗？12点。好，这个地方我看一下怎么打哈。五鼠吉盾单鼠，单级五亿嘛，对。这边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开一个这个真嗣。单级无异啊，这边要开明日香吗？还是直接开真嗣变身就好了？我思考一下，还是直接这样。单级无异，无属级电池，可电池，应该这样就好了吧？哦，很痛很痛，好。血量多少？开这个，开这只。叠光暗，各位，有开那个界王犬应该够。行不行？到底行不行？啊，不行！欸，不会死欸。那我这边我想一下哦，这样不行的话，可能要开个这个界王，然后开个真章。哦，真理可不可以开？真理感觉也可以开哦，以防没打死，可以开。然后水火木嘛，对不对？OK， 过了。然后手消全火，手消全暗，没有暗珠，没有暗珠，暗那个木珠太多了，先消掉一些。好，这边手消全火，手消全暗。
然后弓前盾这里哦，一样就是叠珠哦，这关也是最近哦很常用、很常出这个技能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这技能超常见的，官方是不是没梗了？我的有哪些可以追打无死？乌洛波，乌洛波。乌萝卜，好，这边过了之后，真理一回合可以。可不可以一波带走呢？可以吗？哇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吓死我了！凌波凌回血 ，OK， 来到这边之后呢，哦，我们做一些动作哈，直接回避啊，回避回避。太舒服了，这样，我们不用无视弓弦了，我们要洗技能啊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它血量是97000万哈。这边怎么说？这边我们开，为什么它都会坐下、啊？奇怪，明明技能就可以用，真奇怪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开个这个吧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开个这个，啊，开这个好了，这样子。bug 机场。好，再来拼图盾这个地方哦，直接开真是无视拼图，开这一只。直接无视拼图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破不了，哇，没破不了，那就再开一次。哦，再开一次，再加个真伤，好、哦，加个真伤。一亿防御啊！好、哦，没差没差，反正开一开，等一下再洗回来就好了。哦，两回合。对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云玩家，这样可以吗？请问一下，我是云玩家，这样可以吗？嘿，我的血转。朋友回锅要先去活动网站获得回锅资格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我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不敢讲。嘿，哦，这边其实就不难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凌波凌它本身又有自带减伤，所以打这关蛮稳。
好、啊。好，这边我看一下哈，光心同康这边怎么说？感觉应该是开明日香就可以了吧？光心同康，行不行啊？试一下、啊，不行就算了。OK， 不行是不是？不行的话就开这个，好，一组光一组星啊，一组光一组星。啊，光珠消不掉嘛，对不对？没差。然后再来七 combo， 手消七 C， 反正等一下会重置掉，你技能就有 EP 的这个不要开啊。其他技能就可以开一开哈，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光好了，好，周转。梅姐跟甲甲比有哪个比较赞？我觉得都不太行。好，这样子大家王关了哈，非常的简单。王一的话就是正常打就可以了。王二可能比较危险，王一的话稍微洗一下吧，反正王一你打他可能也不太痛哈，所以应该是轻松洗，就是两颗而已，就是这边就轻松洗了。他蛮佛心的，给六 C 六 C 盾而已，这边应该可以把技能全部洗出来，没毛病。好，这边慢慢洗哈。一抽入魂是多久会进背包？这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的我就不讲。我不能帮官方背书啊。先碰九下再走，增加关卡难度是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等，你有点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给点面子，给点面子。我们这边呢，一二三四五啊，转五 C 就好了哈。哎呦！不要死，不要死！整板盾哈，这边的话要等这个林波林了。靠北还有四回合，欸，他还有四回合，欸，是怎样啊？还有四回合，我怎么办？哎，洗一下。没事没事，大家不要紧张哦，没事没事。来打我们一下是29000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刷新一下护盾好了哈。这边看一下，对啊，这边都满了嘛，我们刷新一下护盾，我刷新一下护盾。太舒服了！啊，林柏林跳起来了啊！等一下，还差一回合。好，回避一下。这边应该单开给我一双翅膀就过了吧？这个再过不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啥。OK， 最后一关哦，不要消到木，消到水火光暗要有，水火光暗要有，不要木，水火光暗要有，不要木哈。开明日香应该没啥用哦，因为它版面转化无效。那这边必须要开的东西就是这个哈，不能有木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水火光暗，这边要看清楚哦，各位，可以开这个，可以开这个，水
OK， 我们开这个，点这个，点这一排跟这一排。OK， 没有暗珠嘛？对，我看一下水火光暗。OK， 暗珠已经有了，这边的话，只要有转到他就死了。水火光暗，其实他其实这个版面已经有转到了，我直接放开他就过了吧。对不对？应该没看错了，他又跳了，没看错吧？没看错吧？再开一次，不用了啦，这样就好了吧？水火光，可以再开一次，那我就开光暗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会不会又开又跳？没有，这样子吧，直接空转。第三只能换天照挡死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这样就好了。应该没有连在一起吧？不放了哈、哦！你加个龙科啊，比较稳啊！啊、哦，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 EVA 也可以解无主成就哦，很稳很稳。好、哦。天元要有那个自制龙科，我没有。好，这个 EVA 就这样打，全合作的配置哈。龙科我觉得不一定要打，嗯。